マイクでーす。何こり笑えてますか？开始实习的是很有名的旭山动物园嘛，它是利用企鹅每年到了冬天的时候要长距离步行，然后去狩猎的这个习惯哈，所以有最早的这个企鹅游行，然后旭山动物园这个就有企鹅游行。海星。你们出发还是失误？不要把它带出来，我在雪里面直接摸它。
现在大概是北海道一年最热的时候，七月中到八月中，他们一年中最热的时候。我们看到跟台湾银行构造一样了，全部两边全部都是银行哦。所以我们还有北方华尔街是前面那栋也是吗？大门的罗马石柱跟西墙窗的都是以前的银行哦。来，最有名的拍照点就在这边。蛮有家的，这也是这样。最有名的拍照点就在这边，就是唯一保留这一小段运河的。再来看一下左手边这个大同仓库，100多年前，铁要做成浪板，不是用机器压成哦，要人手工打造成哦。100多年前要做成这样，技术非常的困难哦。所以100多年前刚做好的时候，银光闪闪哦，在那边哦，是当时最贵的建筑物。那是在海边时间久了，所以锈蚀的哦，生锈的哦，生锈的。现在是很便宜的技术有没有？现在是很便宜的技术。一个人吃不了，两个人吃还吃得完哦。